大家好。我们刚刚讲到坚巧语，会无耻，是景气，切戒之。假如我们能够啊，在家庭经营一个很好的谈话风气，那家庭气氛就会啊很好。那我们假如是一个团体、一个企业的负责人，好，也要常常啊口吐莲花，让所有的同仁啊在谈话当中都可以如沐春风，可以互相鼓励、互相肯定。我们要带动啊这样的谈话风气。那假如是一个团体领导人，是一个政府领导人，他谈话的时候都是啊对别人的谩骂、挖人家隐私，都是这一些攻讦的言辞啊，虽然成了一时之快，那流弊啊往后不好的影响啊确实啊很难估算。因为小孩子没有好坏判断能力，好，看到那领导人都这么说话了，那我也应该可以，所以后面啊的后果啊就很难收拾。所以俗话说宫门啊好修行，因为处在宫门影响的面都很大，一言可以兴邦啊，一言会上邦。哦，所以我们当领导者不得不啊在言语当中要多加谨慎，多加考量，这样只要我们有这个态度啊，相信也可以在言语当中带动社会的良好风气。坚巧语，这个坚啊是欺骗啊，是技巧。那为什么要用坚跟巧呢？就是为了把自己的言语过错，自己没有守信用的过失怎么样掩盖起来。所以孩子他假如用坚巧语啊，他就有可能是在撒谎了。能撒谎的孩子聪不聪明？聪不聪明？那不聪明还撒不出谎。有一个初中生，因为啊跟同学常常攀比啊，所以都喜欢买贵的东西，母亲啊不让他买。有一天说要配名牌眼镜，他妈妈不肯，说你本来就有一只的还配，妈妈不给他配呢，他就自己去，去了一会儿啊回来了，配好了，然后呢跟他妈说去付钱吧。哇，聪不聪明？他可以不用带一宾一主，不用带什么钱，就可以讲的让对方相信啊他妈妈会来付钱。所以很多家长小孩子呢反应很好，他都说哦好聪明 哦，我很怕听到小孩子好聪明哦。小孩要的是朴实，是忠厚啊。现在的小孩聪明都用到哪了？用到撒谎啊，用到啊达到他的目的。比方说有一个小女孩跟她父亲啊走在回家的路上，这小女孩啊这个路上呢有好几家冰店，她走在第一家冰店就稍微呢脚步泛缓，就跟她父亲说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她父亲呢还没反应过来，走到第二家，小女孩说哦这个时候有一只冰吃多好。走到最后一家，小女孩
就说这是最后一家了。聪明都用到哪去了？都没用到啊，圣贤教诲上去都用到啊，达到他的什么目的。所以啊，重利啊，轻义啊，当孩子的思维啊都是自私自利，他的成长过程啊一点一滴啊，道义都会慢慢消退掉。所以孩子的聪明是用在当孝子、当好学生、当好公民，那才是用对了地方。很多小孩在耍小聪明呢、啊，大人还笑呵呵啊，这样对不对啊？不对啊。所以孩子撒谎啊，有几种可能，我们要善于观察。当孩子初犯，我们说要慎于开始，要很谨慎。所以孩子很可能啊，因为要贪图利益撒谎。有一个孩子回来跟他爸爸要2块人民币，结果他父亲啊顺手呢拿了一张2块钱的钱币给他，他说：“爸爸，我不要一张，我要2张1块的。”两张一块的，他爸爸很纳闷，就是2块钱，怎么还要分这么，还要分成这样？他就跟爸爸说：“爸爸，我只要呢，拿一次钱呢、啊，去训导处，就可以呢得10分。所以你给我一张2块的，我只能得10分。”你给我2张1块的，我可以拿去说我捡到的，我可以得20分。哇，他爸爸听了怎么样？哇，我儿子怎么这么聪明？结果又去讲给一个教育官员听，哇，这个教育官员全身起鸡皮疙瘩，这个父亲啊也够没有教育敏感度，还觉得他很聪明，孩子已经公然什么？撒谎。所以现在家长还觉得哇会撒谎是本事，那可就麻烦了。所以这是啊一种情况。那现在啊学校比方说有募捐的活动，我们也要适时啊引导小孩正确的观念。有一次学校推出这种贫困救助啊，有一个孩子要捐款嘛，他妈妈就问他要捐多少，孩子想一想，7块2毛钱，多不多啊？多不多？不多啊，但是那是他全部的什么积蓄啊，他把它捐出来。自己捐呐、啊，结果呢？其他的同学都是谁捐呢、啊？爸爸妈妈捐，都是300，都是500，啊！结果这个孩子的心怎么样？我才捐7块2，都没有人看到他的真心。结果这个捐500、捐1000的，啊，500可以带一朵小红花，1000块可以点一支蜡烛。所以啊。很有可能啊，我们本来是要办善事啊，在这个办的过程当中啊，让孩子学到什么，可能虚荣心啊都加进去了，而且啊又不是拿自己的钱，是拿什么家长的钱来顾什么，不只是小孩要面子，很有可能谁也要、啊、父母。好，那其中有一个家长啊，哎，他马上就捐了几千块，结果、啊、学校啊发个小红花给他带啊，他没带，他说这善心都是自己愿意做的，又不是要出去什么炫耀表扬还颁奖状、哦、所以这一位母亲啊也很有什么敏感度，假如他就这样大摇大摆、哦、带着那一朵大红花去，那他又怎么样教育他的孩子行善不欲人知啊，行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啊、
所以这个教育啊所产生的效果，为人父母者，为人老师者，要细细啊去推敲才行。好，不然呢、啊、会染上这种虚名，就不好了。再来，孩子撒谎很有可能觉得好玩，一开始呢给你骗一下，你也笑一笑，他也笑一笑，那他就觉得怎么样，很有意思。你看呢、啊、很多综艺节目在玩弄别人，大家怎么样，哈哈大笑，所以孩子觉得欺骗别人很好玩，这都是误导。所以我们也非常熟悉一个故事，叫狼来了。这个故事啊，你讲给幼儿园孩子听啊，就很有效果。你就告诉他啊，这个小孩啊，他守着一群小羊，结果呢他自己觉得很无聊，就大喊狼来了，狼来了，所有的村民啊都非常朴实，也很愿意啊帮助别人，通通都来啊要帮他把狼赶走。结果一看一只狼也没有，他看别人忙成这样啊，自己还在那里哈哈大笑。结果后来呢村民都回去了，第二次他又开玩笑又欺骗别人，第二次呢没来那么多人，不过啊也来了不少，又看呢又是他开人家玩笑，所以村民又回去了。第三次啊狼真的怎么样来啦，那时候他大喊狼来啦，狼来啦，有没有人来？有没有？没人来。那小朋友没人来以后会怎么样？羊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吃了不要讲了，让小孩自己是什么？哎呦，好恐怖，记忆深刻啊！所以呢，小孩假如因为好玩撒谎，一定要适时的制止，不能再犯。第三个，小孩有可能因为逞能而说谎，还有演过是非。最后呢，父母影响我们呢，事实啊，去观察逞能，因为啊他要炫耀，所以就把话怎么样讲得很夸张。你注意去听看看呢、啊，有些八九岁十岁的孩子会攀比啊，说哦，我们家有什么，有电脑，有什么数码相机、啊，这个就越说怎么样越夸张，这个我们当老师的要谨慎，事实去制止。在宋朝时候有一个名臣叫司马光，有一次啊他跟他姐姐啊在比剥核桃，结果呢都剥得很慢，他们家的仆人啊就跟他说，你用热水啊烫一烫就很好剥。司马光去拿热水啊来烫，刚好他的姐姐啊离开一段时间又回来，哇看他剥得好顺啊，就说哇弟弟你怎么这么厉害啊，谁教你的？司马光说，我自己学会的。就刚好他父亲啊走过去，假如你是父亲你会怎么做？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经意就把这个忘记了，那可能一开始撒谎往后就怎么样，有意就有恶了，因为他逞能没被发现，他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麻烦。所以他父亲当场就跟他说，有多少本事啊就说多少话，不是自己播的绝对啊不能夸大。所以由于父亲在他第一次犯错就给予严厉的指责，这是正确的教诲。后来司马光一生啊非常坦坦荡荡，
所以他也曾经讲过，平生所为之事，无有不可啊欲人者。这是结果啊，我们也要看到原因，是因为什么？父母啊正确适时的指导，绝非偶然。好，这是逞能的情况。再来下一个，眼过是非。很多孩子一犯错啊，他会有一点紧张，一紧张啊可能就怕被大人发现。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孩子把这个衣架子啊弄坏了。其实衣架子弄坏好不好修啊？一弄就回来了嘛，但是他们不懂，就很紧张，怕被处罚，所以啊就跟旁边的同学说不要告诉老师。结果呢刚好老师就在什么旁边，马上就过来啊，他吓一跳。孩子都还小，只要你适时的教导他，他马上观念就怎么样转过来了。后来老师马上跟他说，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啊名为恶。所以弄坏衣架不严重，不告诉老师啊才严重。所以你以后啊就赢得不了老师对你的信任。所以啊错了就要承认，过能改啊归于无。然后就接着跟他说，你犯的错呢改过了，而且呢又能学到啊如何把一个东西啊再把它修好。这老师呢也很有耐性啊，陪他一起把它弄好。所以这个机会点呢我们掌握好，孩子可能就此啊能建立啊正确的态度。所以当孩子在演过是非啊，我们也要仔细啊去观察，不能啊让他养成习惯就麻烦。最后父母的影响，有一篇电影啊叫手机，叫手机。这个手机里面有统计一个数字，说一个成人啊一天讲的谎话有多少？有25次。好，25次谎。所以大人在一天当中讲这么多次谎，那小孩呢潜移啊默化了。比方说这个妈妈在接电话，儿子也在，爸爸也在，电话接起来，我先生不在，那小孩爸爸在啊，怎么会不在？小孩都听懵了。所以啊小孩在的地方啊绝对不可以撒谎，小孩不在的地方啊也不能撒谎。所以我们之前也提到一个观念，要学会拒绝。你不学会拒绝，人家就不知道你为人的分寸，你生活的原则。只要你该拒绝的拒绝，你的朋友就会顺着你的原则跟你交往，何必在那里遮遮掩掩，累死自己，后来还被人误会。所以你怎么可以不守信，或者怎么可以躲我，那个就把事情啊本来很单纯的搞得怎么样挺复杂的。好，这个是坚巧语，我们要注意孩子撒谎的情况，会污词是警惕啊切戒之。言语行为当中能守信，这已经奠定孩子往后在社会啊会有很好的发展。我们有一个朋友，小时候啊看到别人在吃冰棒，忍不住那个诱惑啊，就去偷了爸爸一点点钱，然后跑去啊买雪糕吃。他爸爸呢
眼睛也很厉害，看到了，马上呢跟着他后面一瞧究竟，结果呢他买好正准备大快朵颐，抬起头来看到谁，哇，看到他爸爸直发抖，他爸爸话也没说，把他带到家里吊起来，狠狠的怎么样修理一顿，注意听哦，一顿。以后还有没有？没有啦，第一次啊，但他记住了，终身啊不忘。啊，说打到啊，他经过那个放钱的地方都会发抖，呵呵，不敢再轻举妄动。后来啊，他长大，到其他的地区啊去工作啊，也离家里有一段距离，都是住在啊老板家里的宿舍。所以那时候他住在宿舍里啊，早上起来也会帮忙啊打扫啊，在这个打扫的过程啊，突然发现了，哎，地上有100块200块，他就把它捡起来就拿给老板娘。那过一阵子，哎，奇�怪，怎么变300块啊，500块啊，他又把它捡起来拿给老板娘。他说啊，曾经最高啊还有超过1000块的。后来啊，他在这一家公司工作，他的学历不高，但是老板啊都把很好的机会啊，进修的管道啊都让他破例参加，很多都是大学生才可以去，但是呢老板都让他去，在这个公司服务了很多年啊，也表现很好。那后来自己要出去啊开店，也跟他老板辞行，老板就请他吃饭给他践行。后来吃完了，他就跟老板说，他说我有一件事啊想要请教一下，他说你们家为什么常常可以捡到钱？老板就笑了，他说啊，你一个外人住到我们家来，我怎么知道你的品性如何啊，所以呢那些钱啊是故意放的。所以啊，一个人的德行啊假如不好，很有可能在某一个点上啊就把一个好的机会怎么样断送掉了。所以信用跟一个人的生命啊同等重要。好，所以坚巧语会污词，市井气啊切戒之。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好，我们一起把它念一遍。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勿轻传；是非疑，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凡道至，众且疏；勿急急，勿模糊。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第一句，见未真，勿轻言。当我们还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只是听别人片面之词，绝对不可以把这个话再怎么样传出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谨慎的态度。假如你没有确定它可能是谣言了，那你这么又一传出去，自己就变成什么帮凶了。所以团体要以和为贵啊，绝对不可啊再惹是非，这个共识很重要。所以团体需要的是包容，而不是攻击，而不是谩骂。好，所以古代啊
对于言语啊很谨慎，因为往往啊乱之所生啊，言语就好像那个阶梯一样，一句一句谗言啊，慢慢呢、啊、就制造了动乱了。所以君听臣当诛啊，当国君的假如听了谗言，臣子就要遭殃了。父听子当绝啊，父亲假如听了后母的谗言，听了别人的谗言，可能他的孩子啊都遭殃了，这个骨肉之情啊都有可能会决裂啊。夫妻以听谗言呢、啊？夫妻以听之礼呀、啊。朋友听之疏，朋友假如听进谗言呢、啊，慢慢就会疏离，夫妻可能就会啊分离了。所以我们对谗言呢、啊，要很谨慎，要注意。来说是非者啊。一个有修养的人会不会说长道短？他希望的就是人与人啊和睦相处。很可能你跟某一个人有一些不愉快，他可能会过来告诉你，哎，其实对方啊上一次也蛮称赞你的，让你的气怎么样消退一点，退一步就怎么样海阔天空。其实人那一些气氛那一些脾气那都是空的嘛，只要调节调节，互相啊让一下，互相啊体谅一下就没事了。好，最怕的就是加油啊在添醋就麻烦。所以啊古代就有提到、啊、对于谗言要谨慎的一段啊诗，说到堂堂七尺躯啊，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啊、所以一个家一个团体甚至一个国啊，要能相处得好，我们其中的分子啊对于谗言呢、啊、一定要懂得辨别。好，所以见未真，假如他在说某一个人的是非，你跟这一个人呢也颇有交情，那这个时候啊当然你不能把这一段话传出去，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毕竟啊你也听到了，总不能视而不见啊。所以呢可以去跟这一位啊朋友说，说现在呢外面是这样传言，我们用一个真诚心啊去跟他讲，讲了以后假如没有这回事，那我们就安慰安慰他。所以只要啊你没有做，迟早啊日久见人心。那假如这个传言呢、啊、确实呢还有几分真实，那我们要适当啊赶快呢要规劝他，这个人的名誉啊在团体当中特别重要，我们应该赶快啊收敛一点。所以不管是谗言还是说人家的坏话，都到我们这里怎么样适可而止。所以读书明理的人，纵使听到的是事实，而这个事实啊攸关团体的和谐，攸关一个人的名节啊，他也会啊闭口啊不谈，所谓隐恶啊扬善。当你是隐恶扬善，对方有一点好你就赞叹他，对方一些不好的你不说，但是从你的威仪当中他也知道啊你知道，所以在这个当下他会感受到，我做一点好人家就称赞我，我做不好呢人家呢
也没指责我，慢慢的他就会往做好的这个方向啊去前进了。所以这都是人情当中的一个分寸。好，那见未真勿轻言，我们也要常常提升我们对于事理的判断能力，因为假如你判断不对啊，有可能你会啊好心啊行了坏事。好，因为现在很多团体啊打着善良打着公益的名号在干什么，在骗钱呢。好，假如你都还不了解这个团体好不好，哦，你马上你见未真呢，啊，马上又带一大堆人来帮忙来捐钱，好，到最后是骗人的，那我们就很难怎么样跟这些朋友啊交代了嘛。所以还是要谨慎，先观察清楚。好像我们是在推转中国文化，那很多人也会说，哎，我在推展中国文化，挂羊头啊，他可能卖狗肉啊，是为了什么赚他的钱呢，啊，所以可能哎一两个小时谈话下来，其中会提到中国文化很好，那接着呢就讲他的话了，那我们在底下的人听完会觉得哇讲得真好，就会怎么样开始传了，因为群众的情绪啊很容易怎么带动起来，那你这么样称赞说哇那个讲得很好，可能所有的人还误以为他真的讲很好，可能都去啊跟他买很多东西，就达到啊他的目的。其实我们要判断他假如是真正在弘扬中国文化，他一定会抓到中国文化教诲的核心在哪里，从哪里落实，从入则孝，夫孝得之本也。假如讲了两个小时连一个孝字都没有提，连一个德行都没有提，那你还在那边哇讲得真好，那这样一传出去就可能误导其他的人。所以我们呢要用理智去判断，这样才不会以善心啊行了恶事，也才不会让一些有心人啊有机可乘。好，所以现在我们也要考虑到先把一个团体判断清楚再啊与人谈论，这样是比较不会有不好的情况发生。好，这个是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好，这个见未真勿轻言，我还刚好呢有一位朋友，他也是好听别人啊谈了很多他一个朋友的情况，都是讲他朋友不好的，但是啊他当然没有传出去，他是当面啊去问这个朋友，就把外面的传言有哪些情况呢都告诉他，然后问他这是真的吗，他直接啊让当事人来解释一下当时候的情境究竟如何。所以这一位朋友这么做啊是很有理智的，好，不会啊人云亦云。所以当人用这份理智去应对啊，就让这些谣言没有机会啊可以来散播。好，知未地勿轻传，
我们对于很多的道理啊还没有了解透彻，对于一些事实啊还没有清楚，不可以轻易啊去讲给别人听，怕得他先入为主，我们又讲错了，就把人家误导到不对的路上去，这样就很不好。比方说我们现在有读经典了，这个时候人家问你读经要从哪一本开始读，你说弟子规，因为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十个人啊有十个看法，所以我们如何确定我们的看法是对的，可以从经典找答案。为什么叫经啊？我们看地球有经线，有什么纬线，所以经纬的重点就在可以当作标准，不会改变。所以经典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你只要从经典上找，你就有信心确实如此。所以一个人跟你说德行的根本在哪，他假如跟孝的答案不一样，你就可以判断他讲的怎么样错。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啊要守住啊依法不依人，不然你会听得乱七八糟。依法不依人，所以当我们比方说依照三字经的教诲，那很多那种似是而非的观念你马上就剔除掉。比方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叫，那不是把答案讲出来。人性是本善啊，但是不受到好的教育就容易啊长养习性，就不会去那边哲学在那里辩论性善性恶辩半天，这一个标准就出来了嘛。教之道贵以专，你看现在一学四样五样，学得好吗？对呀，你看现在人啊就是不听经典不听圣贤，都听谁？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听骗不听劝，认假不认真，真的我颇有所感。比方说啊现在一个家长来跟我们讨论如何把他的孩子教好，当他把情况讲完，我一定会告诉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的孩子必须要用你用耐心用爱心跟老师一起合作，要差不多了半年至一年就慢慢可以啊循规蹈矩。家长往往听到半年一年啊眉头都怎么样，哇这么久啊，要走的时候说哎呦蔡老师谢谢你啊，有机会再来跟你请教啊，走了以后从此就怎么样没再回来，很有可能报纸上登三天课程哦都蛮贵的，保证让你教出一个天才哦，他马上跑去怎么样报名参加，趋之若鹜。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啊真正把真理告诉他，他信不信？不信。现在的人啊急功好利啊，都很想要赶快就把他一步登天，刚好与学问呢、啊、背道而驰，欲速则不达，所以要会判断才行。所以《三字经》讲：“为学者必有初啊！”开始先读什么？小学中自是书。好，所以你可以拍拍胸脯，从哪一本读？小学，现在最精辟的小学
就是《弟子规》，依据小学的纲领编出来的，那你就也不会担心自己讲错话。所以小学读完，读《孝经》，读四书，而且当孩子已经把《弟子规》扎根下去啊，他在念《孝经》、念四书，味道也不一样，不一样啊。当你读到“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孩子读到“孝悌也者”，那个“孝”字跟“悌”字就不是一个字了，是什么？他会举手，老师，这个“孝”是不是就是指“入则孝”？他的“孝”不是空的，他的“孝”是跟生活结合。他知道学问一定要解行相应，一定要力行加学文，这个态度一正确，方向就不偏颇。所以见未真，勿轻言。而我们要见地正确，必然要从经典去了解，要从圣贤人的教诲啊去堆积我们的判断力。好，是非宜啊，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好，那是非宜，勿轻诺。那现在轻诺的现象多不多？所以喜时啊，好，一个人很高兴的时候啊，不可以随便就答应要给人家什么东西，很有可能到时候啊还没做到就失信于人。所以大人很常犯的就是，好，一高兴了，孩子马上察言观色，好，给你要东西，你马上说好啦好啦，到时候就后悔了。你看我们大人在哪个时候特别容易答应小孩？好，考试考得好，这个答案很好，很真实。好，当考试考得好的时候，都可以要东西。所以孩子读书的目的在哪？所以这无形当中啊，当我们在承诺孩子给他东西，已经在长养他的虚荣心，已经在让他的读书目的偏颇了。所以现在小学考试考得好，可以怎么样？可以吃雪糕。上了初中考得好，可以怎么样？买脚踏车。上了高中考得好，可以怎么样？可以谈判，可以这个，还可以挑，你要是要 MP3 还是要什么。所以他所有的动力啊都在这些东西上。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的父母啊被孩子赶出家去？因为他觉得他想要的东西啊你都应该啊满足他。所以当这个要东西的风气形成，孩子的欲望啊就一天一天啊在增长。欲是深渊啊，孩子从小欲望就打开，回不回得来？由俭入奢易啊，由奢入俭难。所以孩子要东西要习惯了，当有一天你不给他，他会怎么样啊？我们也听到很多孩子初中就动手啊，打妈妈，不给钱就打。到那时候为人父母啊，叫天啊，天不应；叫地啊，地不灵。所以这个轻诺当中啊，就是太溺爱了。有一个刑事案件，是一个年轻人，小时候啊，父亲常给他很多钱，所以他花钱花习惯，后来年轻啊，一个月啊都要花几万块，一两万人民币啊，
花得很凶。他父亲有一天受不了了，他说不给你钱了，还把他安排啊去当兵，当了两年。两年回来啊，习惯有没有改？很难的，确实那种爱慕虚荣啊、奢侈的习惯一染成，他只要进入那种情境啊，他就忍不住要打肿脸怎么样，充胖子。所以后来当完兵也没什么改变啊，依然如故。他父亲跟他划清界限，我不再拿钱给你。结果这个孩子啊，雇了杀手杀他父母，在他们家门口对那个雇来的杀手说，等一下呢，有哪一个人长多高走出来，会在反正就把那个路线啊讲得一清二楚。这个杀手就问他，那个人是谁？他说是我爸爸。就这样啊，杀了他父亲，然后因为啊钱的钥匙在他母亲手上，也把他母亲呢、啊、杀了。所以杀父杀母啊，现在已经啊不稀奇了。原因在哪？重利啊，轻义啊，这个利啊不断提升，就变成欲望，就变成了、啊、主宰他行为的一个魔手啊，让他想要跳出来啊都怎么样，很困难。所以我们要谨慎是非宜啊，勿轻诺，不能一直长养孩子的奢华。有一个小孩啊，他看这些饭菜呢，他就不高兴，发脾气不吃。那一般的母亲会怎么样？过来要三劝四劝，还有可能说你把它吃了吧，礼拜六我带你去吃麦当劳。这么一讲啊，孩子本来一口都不吃，马上怎么样，把它吞下去。因为啊，当我们没有原则，孩子对我们的底细啊就很清楚，他就知道啊，他只要用什么情绪啊，大人就会就范，就会答应他，这种情况就麻烦。所以呢，当这个小孩不吃饭，他父亲啊也不吱声，继续吃。那太太呢就要过来啊劝儿子，先生很有教育敏感度，马上用眼睛啊对他太太说，你退下让我来。当然没有说话了。好，所以呢这夫妻有默契啊，教育孩子的原则一定要怎么样，要一致，不然孩子一定躲到那个没有原则的父亲或母亲的背后。好啊，所以等饭都吃完了啊，他不肯吃呢，父亲就说，来把它收掉，通通收掉。这个儿子可能还在那里捂着什么，捂着嘴生气，反正让他自己去生气。结果当天晚上啊，因为没吃晚餐嘛，所以半夜呢饿到睡不着觉，起来干什么？翻冰箱吃东西，吃冷的都有。下次还敢不敢威胁啊？敢不敢要求？不敢。啊，所以我们从之前几天课程啊，有没有深刻体会到教育啊，胜于死，特别啊重要。不止小孩重要啊，所有大人的相处，你也是要让他第一次就了解到公司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教父出来，教儿因海，是同样的道理。媳妇刚来的时候，
总不能到处撒野，也要了解到家里的整个情况，大家才会做好配合。好，所以这个戊亲诺一来啊，是因为溺爱；二来啊，是没有原则。父母的给予啊的承诺呢，都凭着好恶，想给就给，可能答应了以后呢，情绪又变了，又不给他。小孩对你呢就没有信任。比方说你在那里打麻将，然后就跟孩子说：“好了，你不吵，给你买什么？”所以以后他要东西都在什么时候？在打麻将的时候，或者你在忙的时候，他都知道这个时候要东西铁定怎么样要得到，那就很麻烦了。所以父母也要勿轻诺。好，那父母要勿轻诺，进一步啊也要教导孩子勿轻诺。有一个小朋友，他刚好送同学一支铅笔，那同学也很高兴，拿了以后呢就把它削一削啊，就开始写。隔天呢、他来的时候就问那个他送笔的那个送给他笔的那个小朋友说啊，他说：“你今天跟不跟我玩？”那小朋友也很单纯，我今天不跟你玩，那你把那个笔还给我。那个小孩子都很单纯，他就把那支笔还给他。他说：“我要那支没削过的。”那小朋友又拿一支没削过，他说：“不是这一支，就要我本来给你的那一支。”那老师看到了，就赶快过来机会教育，就告诉他：“凡出言，信为先。”你已经给别人了，那个东西就已经不是你的，你没有资格再给人家拿回来。假如你要在送他以前，你就要衡量你送出去你愿不愿意，或者呢你今天要给人家东西，要答应别人的时候，要先衡量到你的能力啊能不能做得到。假如你能力不够又答应别人，到时候一定会失信。而且在答应别人的时候，除了衡量能力还要再考量到你答应同学有没有符合校规，可能学校规定不能这么做，你还答应同学，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要符合校规，符合国家的法律，要从这些去思考，都是正确的行为了，那我们又有能力做到，才可以答应同学。所以这个勿轻诺的态度也是要指导学生。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呢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课程啊进入到第四个单元信这个部分内容，我们也提到了整个人与人的五伦大道当中都要言而有信，也都要存着信义，存着道义恩义来互相付出，互相啊扶持，那人与人的关系啊就会非常和乐，非常圆满。那我们提到这个信的问题，会想到啊在商场上要不要守信呢、啊、但是也有说法说无奸呢、啊、不成商，所以在目前这个时代啊似是而非的观念呢、啊、太多啊，我们确确实实啊要会判断。比方说有一句话说，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这句话谁讲的？找不出来了。请问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太自私了，很可能是自己啊给自己找台阶下了，所以这样的态度啊不好。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啊一个言语啊会带给他人错误的观念，我们一定要啊谨言慎行。所以当我们不确定我们的话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啊乱传，知未地啊勿轻传。所以在商业我们也有遇到啊家长说，你把孩子教得这么诚信啊，那他以后到商业怎么办？那我们会跟他说啊，那你儿子一定当总裁。假如每一个人都不守信，只有他守信，那大家要跟谁做生意啊？那当然是跟守信的人做生意。所以无奸不成商是错误的，他能骗得了一次，骗得了两次，他不可能长久的骗下去。所谓日久啊见人心，而且当他是用奸巧用一些手段，纵使他骗到了生意啊，其实也折掉了自己的福分，他可能还得意洋洋，你看我赚了这么多钱，其实那些钱都是他命里怎么样就有的，而他已经又因为啊用错了方法而又折损了自己本有的福分，这个是小人啊冤枉做了小人。所以人与人要信，在政府在商业在任何的团体都应该啊取信于人，这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我们也提到啊对于小孩的要求合理的我们才可以答应啊，不合理的呢你一定要坚持，不然他要什么你给什么，助长了他的贪心，他的奢侈奢靡之气，这样就危害甚大了。所以这一点啊不可以轻诺。那当我们发现小孩有轻诺的现象，我们也要啊给予引导，给予教导。早上也有提到小孩在答应别人的时候，首先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的能力啊能不能做到，再来是答应别人的事是不是啊符合，比方说学校的规定，还是有没有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个都要从小跟孩子建立这样的态度，他才不会轻诺。那我们成人当中也绝不能轻诺，所以当别人有求于你
比方说他有急事，有一些紧急状况啊，要有求于你，你也要稳下心来，先把他这件事啊听清楚。有时候对方很急啊，他的急又带动了你的心啊很混乱，很有可能你答应了，到时候啊事情不如你想象这样。比方说他只是片面之词，你又没有冷静下来，很可能啊你答应的事到时候啊那个情况不如你预期，你也很难处理。所以缓事啊，急事还要缓办。而且当对方啊要找你帮忙，甚至于是跟你一起去做这一件事，你也要考量，第一个他的能力够不够，第二个自己的能力够不够，要看看这一件事情各方的缘分啊成不成熟。假如不成熟啊，你就很轻率的答应，到时候你会做也不是，不做啊也不是，到时候就会很尴尬，又会产生一些误会。你本来是好心啊，到最后呢可能会很难啊收拾。所以我们有善心啊还要用理智啊去判断才行。好，所以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下一句，凡道至重且疏，勿急急勿模糊。我们人跟人啊言谈的互动很多，所以讲话要不要学？要。好，那你有没有学过讲话？没有，要不要上来试试看？好，多磨练就好啊。所以讲话要从小训练，我是没有从小训练，所以因为啊小时候才华比较差，所以从没有参加过什么这个演讲比赛啦、朗诵比赛啊，对我来讲啊这都是绝缘。结果刚好在大学时候，我的学习的一种心境啊打开了，因为那时候啊也学一些健康的知识，就觉得健康对一个人怎么样很重要，所以我就自己啊在大学附近的泡沫红茶店啊常常都是在楼下啊就找两三个学弟啊说你可不可以来听我讲话，跟他们约在泡沫红茶店开始跟他们讲营养对人体健康的重要，就讲这一些题目，比方说人际关系对人的重要，就从两三个开始怎么样练习。后来我要到海口去啊，杨老师也告诉我一有机会啊三个两个都怎么样都去讲，那我就谨遵师命啊，就一连串啊100多场就这样讲下来。后来讲到100多场又到深圳去啊，结果在差不多半年左右啊就讲了200-300场。然后紧接着呢我们7月份又开始啊办全国性的演讲，就一直这样啊训练过来。所以讲话要勿畏难，多讲啊就熟练。但是讲话也要看我们的存心，最重要的是啊能够利益他人，不然话说多啊不如少。所以我们在各地开的课啊，我们的中心老师啊也都会常常让小孩啊有上台讲话的机会，不只训练讲话，还训练他的威仪，要步从容立端正，依身缘啊拜恭敬。所以他们
上来讲话，自我介绍，然后要讲说，我上个礼拜呢，在家里有做了什么孝顺父母的事。因为当每一个人把他所做的讲出来，就可以见人善，即以施其。诸位朋友，《弟子规》在哪里？在生活之中啊，时时刻刻啊，都用得上。所以他们一上台来，就要开始啊，先一鞠躬，然后呢，再自我介绍，我是某某某，我今年几岁。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呢，有时候手怎么样，不听使唤，就会这样动来动去，还有呢，这个嘴巴有时候呢就讲不清楚，当孩子讲不清楚怎么办？你要给他空间，来，再来一次，一次一次给他磨啊，磨到他会，这样胆识啊，胆量就怎么样，训练出来。所以他讲话的声调，勿急急，勿模糊。那之前的《弟子规》的部分啊，也讲到很多有关讲话的态度跟方法，还有哪几句啊？尊长前啊，声要低，低不稳，却非宜啊。所以声调的要适中，不可以太大声，不可以啊太小声。还有问起对，事勿疑啊。所以在对别人讲话的时候，眼睛啊要看对方，以示尊重。所以这些小细节呢，你花点功夫啊，去注意，去训练，等他三个礼拜、四个礼拜，自然而然就循规蹈矩。所以我们有一个小女孩，她蛮内向的，但是我们都会啊让这些孩子来训练。后来过了几个月，这个比较内向的小女孩啊，去参加演讲比赛啊，也得奖，所以她的母亲啊也很欢喜。好，那假如你的孩子啊比较不敢讲话，你也可以在家里呢自己办。爸爸先来示范一下，让儿子跟你啊一起来训练，他一定会做得怎么样？很欢喜。小孩子要你也做，他也做啊，他都会很服气。好，那除了让孩子训练说话以外啊，那我们与人交谈当中，也要时时关照自己，讲话有没有太快？假如太快了，别人听了会怎么样？很吃力。假如他又有心脏病了，就比较危险。所以很多朋友都说我已经够慢了，这样好不好？不能拿自己的标准啊，要拿别人可以接受的标准。而且说实在的，讲话的目的在哪？当然是要让别人听啊，讲话的目的不是自己要说吧。好，那比方说我们跟同事跟上司在通电话，可能提到的是一些公事，那老板讲话太快了，你又没听清楚，可能又是要处理的事，这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跟上司讲，假如还不是很熟的话，那就不要直接又说，你怎么讲这么快啊？我们可以退一步走，你把你听到的跟上司说，请问您刚刚讲的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把他讲的你已经听的把它复诵一遍给他听，当确实啊你是听错了，他也会马上再重复怎么样告诉你，不然你勉强听懂
到时候有了偏差，上司绝对不会觉得他讲得太快，他一定会说你办事啊没有办好。所以我们有一个习惯，不管是谁啊交代我们事情，我们要挂掉以前先再给他复诵一遍，这样才会啊万无一失。往往是一句之差会让整件事要从头再来，哇，那人生一寸光阴啊一寸金，绝不要因为一句言语的疏忽啊耗了大家大半的时间，那可就不好，所以也是要谨慎对待。下一句，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我们刚刚提到哈，要把话复诵一遍，这个习惯呢也可以让孩子从小怎么样养成，相信他从很小养成，当他的老师啊交代他办事，他都会说老师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我相信啊这些老师这些长者看到他一定会怎么样，非常欢喜，值得啊信任。好，彼说长此说短，这个叫说长道短。那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呢会这样说长道短，他们的目的在哪？目的在哪？俗话说啊，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而且这个人群啊有一个习惯，他都会逼你啊靠边站，你到底要在我们这边还是要在那边，有没有这个倾向？那我们就偏两边都不站，所以不关己怎么样莫闲管，赶快是非之地远离。因为啊来说是非者他一定有所目的，一来啊是要拉拢你，二来啊诋毁别人，只要啊有是非啊就会对团体有所伤害，那我们绝对啊不乐见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要带动的是啊不去跟人家搞是是非非，我们应该啊走出一个正确方向，要和气待人，多多啊包容。那当你在团体当中不两边站而站中间呢，这个位置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两边必然都有偏颇，而当每一个人啊他自己太偏颇了太过了，他内心会不会觉得错了？久了以后啊他也会觉得怎么样，自己啊有错误，或者心理上啊他就会想啊去找人啊谈一谈谈一谈。比方说今天某一个主管做了一件事是做错了，有人就会啊批评过度，有人就会啊一味袒护，有没有这种情况？那两边就闹得不可啊开支。那这个时候我们站中间哦必有大用。怎么说呢？这个袒护主管的是不是真正爱主管？感情用事啊，你越袒护他，他可能越看不到这一次他的错误问题在哪，他有可能就跟着你们啊跟另外一半啊在那里争斗了，那他就越来越失去人心。那你本来的动机是要
为他好，到最后可能怎么样，害了他。所以袒护的这一边，他久了以后啊，也会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引导他们，真正为他好绝对不是一味的袒护。往往啊，你这么一说呢，因为他已经跟主管也相处一段时间了，他可能又会回馈回来说，对呀、啊、对呀、啊，我以前呢有一些事劝他呢，他也没听。后来我们可能进一步跟他讲，因为啊，你常能够指出他的缺点，慢慢啊，他自己印证以后，他会对你越来啊越信任。所以该劝的啊，绝对不能因为一次两次主管不听，你就不劝。日久啊，见人心，他慢慢啊还是能够转化过来。那另外这一边呢、啊，就是工人之恶啊，物太严，当施其堪受。当别人有过失的时候，也不要太严苛啊，也要看人家承受不承受得起哈。而且说实在，很多事啊，因为你不是当事人，说不定我们做的时候啊，也有可能犯他同样的过失，所以还是要宽容相待。那这一群他骂得太过，其实他内心也是觉得怪怪的。当我们呢都没有言语上的争执啊，对他们也是一种牵制力量。所以他们有时候可能会说，哎呦，你怎么都这么有修养，我们应该啊检讨一下。所以确实啊，在团体当中，只要我们呢、啊、能够啊不搞是非，能够尽心尽力啊做本分，不去做情绪之争，往往啊都可以对团体有一个端正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个是讲到了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啊莫闲管。这个莫闲管啊，意思是说已经是这一些是是非非了，但是假如是公司重要的事情，我们也要积极啊参与才行。而且啊，当在参与当中，我们在希望是要把一件事情办好，所以在这个当下该说话的时候还是啊要说。你不能呢当场没讲，后来做失败了才放马后炮，那就不是很恰当。所以当在开会当中必须有所决策的时候，我们对事啊不对人，哪一些做的比较不恰当的地方，我们也要指出来。但是呢，在这里指出来绝对不是对那个人，对这个同事有看法。所以把事情讨论好了，决定好，走出这个会议的门，我们还是啊好同事，好，任何好吃的绝对也不会啊缺他什么一份。所以你假如心里怪怪的，那也会让他心里怎么样怪怪的，本来没事就事情就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呢还是保持一份真诚的心去面对任何一个人。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经文。见人善，即施其众去远，以见机；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见人善，即施其。所以我们看到善的事情，要主动啊去学习，甚至于啊主动去帮忙。好，那什么是善呢？
也需要啊，我们去判断。好，诸位朋友，什么才算是善？好，利益他人，这个很好的答案。再来，还有没有？所以我们人呢，常常也要有一个善的准则啊，你才好判断。好，那我们这几天学习也有一个善的标准，叫什么？叫《弟子规》啊，就是一个标准嘛。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你都可以体会得到，都不离啊《弟子规》的教诲。好，那在《了凡四训》这一本书啊，对于善的判断呢、啊，讲解的非常的透彻。我们有时间啊，可以好好看这本书。其中就有提到啊，这个打人骂人是不是善？是不是？啊？你们怎么考虑这么多啊？到时候看到事情在那里考虑半天，事情都结束了，还不知道善恶。哦，打人骂人是善。对，所以我们要从根本去看，这有真有假，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有端有曲啊，太多了啊！学习啊，很重要的一个态度，要主动，不能呢等别人讲。所以呢，我们回去也有作业，好好啊，把《了凡四训》这一本书的道理啊，好好研读，对你啊有莫大的帮助。对你的家庭绝对有莫大的帮助，而且这一本书啊，日本天皇啊，把它视为治国宝典呢，所以对一个国啊也相当有帮助。我常常做一个比喻啊，我说人生啊就像一盘棋啊，而这一盘棋如何走得好的规则啊，就是这一本《了凡四训》，如何立命，如何命自我立，福啊自我求的方法理论，还有表演，因为里面又有很多事例表演，通通在其中。所以当你真正了解规矩了，纵使你现在这一盘棋啊并不是很好走啊，相信你往后的生命啊也会把它走得有声有色，这才是人生的智慧跟功夫。人生不要祈求啊有一盘好棋让你下，往往好棋都会让一个人啊开始安逸，开始啊放纵。所以人生盖棺论定啊，是要看你的棋艺，看你人生的智慧。好，所以就有提到啊真假。很多读书人啊去问中峰和尚，问他打人骂人是恶、打人骂人是恶、中峰和尚啊就说不见得。你接着又问他，那对人很恭敬很有礼貌是善？中峰和尚也说那也不一定。所以这些读书人啊也被中峰和尚的话搞糊涂了。那也很好啊，这些书生啊还懂得谦卑啊，请教中峰和尚。中峰和尚就说了，假如啊他打人骂人是因为要唤醒那个人，一巴掌要把他打醒，这个存心是什么？善的，利益他人，所以也是善。
所以诸位朋友，你那一巴掌打下去要确定他能醒，假如不能也不要打，那会结怨。所以学问还是要学得灵活，要伺机而动，不然呢，可能我们学了一两个月呢，可能会有很多障碍，会说孔夫子说的话不准，蔡老师说的话也不准。好，我就曾经啊，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刚好他情绪啊很不好，遇到很多事非常不顺事。那因为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啊都很用心的行善，结果命运啊还出现很多的瓶颈。那一天啊，我跟他谈话的过程呢，他足足怨天尤人，抱怨了也有个把小时。等他都讲完了呢，我也怎么样，重重的回敬他。所以就他很多的问题啊，其实啊，当我们行善的时候还有求啊，这个心已经怎么样，不纯啦，所得的福分啊也都相当有限，然后也进一步啊引导他，这一些结果啊也都是你有很多之前错误的因啊，他只是现在慢慢都呈现出来而已。结果呢，我可能也跟他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他一句话也没说，头都低低的。后来他回去，隔天早上啊，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接起来之后呢，我这个朋友就说，他说他活了30多年了，昨天接了一个啊，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哦，我在电话那头觉得非常怎么样，愧疚。昨天人家生日的我还痛痛的骂了他一顿，很过意不去啊。当我的朋友啊感谢我的时候，我确确实实对他升起很高的敬意啊。不简单啊，面对这么严厉的批评，他可以当下好好在反省自己，相信有这个态度啊，人生不怕从逆啊转顺，绝对可以办得到。所以我这个朋友啊，后来也很多的考试啊都顺利考上，现在也在学校里面啊教书，也教得非常之好，而且啊他还把在补习班里面读书的很多经验呢，都到补习班去跟后面好几届的朋友啊，这一些学弟妹啊，都跟他们做经验交流。而因为他都是对众人啊付出，所以福报啊现前的特别的快。好，所以这个是要你要确定哈，这一巴掌打下去会醒。所以我是很理解到啊，他很信任我，他确定啊我绝对不会啊害他，也绝对啊是为他着想。好，那假如打下去不能醒，可能就会结冤仇。这个我们常常啊去这个拿捏这个分寸。再来，读书人也提到啊，对人很有礼貌很恭敬啊是善。那中峰和尚就说了，假如他的目的啊是为了升官发财，都为了自己的私欲啊，那对人的礼敬啊也是虚伪的，所以也不是善。从中峰和尚的教诲啊，我们可以了解真善跟假善从哪里判断。从他的存心，一念自私自利啊，纵使再有礼貌也是恶。
一念啊，利益众人，纵使是啊打人骂人，也是什么？也是善的，都要从他的存心啊去判断。那第二个，我们可以从啊是跟非去判断。古代在孔子时代，孔子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子贡，一个叫子路。那子贡啊，因为他是大商人，所以呢常常啊到其他的国家去做生意。那鲁国刚好有一个法律规定，就是啊只要你在其他的国家发现我们鲁国人被卖到其他国家当奴隶，这个时候啊你可以花钱啊把我们的同胞啊赎回来，那国家再以同样的赎金啊还给你。这个规定好不好？相当之好，带动人民啊要爱护自己的同胞兄弟。那子路刚好呢就赎了人回来，后来官府要给他钱啊，因为他太有钱了，他说不要了，他就没拿。结果这个消息啊传出去，所有的人民一听到说，哇，子路怎么样，好清高哦，你看连钱都不收。但是啊同样这件事呢到了孔夫子的耳里啊，夫子啊就跟子贡说啊，你这样做啊不恰当，怎么夫子啊跟一般人民的看法不一样呢？夫子就分析给子贡听了。我们现在鲁国人啊穷人占大部分，有钱人占很极少数。假如你今天赎人不拿钱，那其他很穷的人到了这个其他国家看到啊自己的国人，他又想到说，哦，人家子贡都不拿钱，那我赎回去拿钱呢好像就比他怎么样矮一截了，可是我不拿钱我可能生活都堪忧啊，所以他救人的时候就会有什么顾虑，会有迟疑。假如100个人当中有一个因为迟疑没有赎人，那一个人的背后可能又是一个家庭，他可能有小孩有妻子啊，所以因为一个人没赎回来，那我们就有什么过失啦。所以啊夫子就跟子贡说，你这么做啊会有流弊问题，就是啊这个流弊就是往后啊会有不好的影响，可能就有人啊因为这样啊而不能啊回到自己的国家。另外子路啊有一天刚好啊走在路上，遇到一个人掉进了水里面快要淹死了，子贡非常啊正义，马上就伸手相助啊，就跳到水里把他救起来，这个人啊差点就灭顶了，所以呢非常感谢子路，高兴的呢把他的牛啊就牵给子路，说这个牛啊送给你。子路也很欢喜啊，就把牛啊牵走了。所以一般的人觉得子贡不受赎金啊是优啊，子路呢做了好事还牵着牛走啊，好像比较略一等。但是孔子看到子路啊就跟子路说，你这样做是对的，往后啊一定有更多的人啊看到别人为己都会奋身不顾啊去救人，因为啊他们都会体会到善有善报。
所以圣人他都会从大的方向去思考问题，而不是在一个点上而已。所以是善还是非善，我们还要考虑到往后的影响性。所以当场好像是好的，但是往后的害处很多啊，这种事也不能做。好，当场做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认同，可是往后会利益相当多人，这种事啊要做。这个是从流弊问题啊来考虑到善。再来，有偏有正，有偏有正。在他们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宰相叫吕文义公，那时候呢当了宰相，然后辞官啊回乡，所以在整个国家的民生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受到人民的尊重。那刚好在他回乡的路途啊，遇到了一个喝醉酒的人躺在路中间，那他的这些随从啊就马上要去呢把这个喝醉酒的人啊把他赶到路旁去。那吕文义公啊因为存心仁厚啊，所以想说啊，我们就绕道好了，不要啊跟他一般见识。结果后来啊过没有多久啊，听到了一个讯息，就是这一个啊挡在他这个宰相回家的路上的醉汉啊被判了死刑。当吕文义公啊听到这个消息啊，他就想起啊当初啊把路都让给他是怎么样，是错的。因为啊这个人明明知道宰相来了，他连宰相都敢挡啊，胆子大不大？大。之后宰相还绕路走，那看到人他会怎么讲？你看连宰相都要什么让我三分，那他就会肆无忌惮啊，越来越嚣张，所以之后才犯下死刑之罪。所以吕文义公啊才警觉到啊，当初假如把他送去官府啊给他处罚处罚，可能他会有所警戒，今天就不至于啊会犯下这么大的错。所以他存心仁厚啊是正，但是呢因为啊姑息了这一个醉汉呢，所以结果呢反而不好。这种情况叫正中偏啊，正中偏啊。那另外刚好有一次旱，这个干旱，整个地区啊都缺米粮，那很多的人民啊就开始呢擅自啊抢这些员外的食物。这员外呢去报告官府，就官府啊也没管，这个员外很怕他的米粮怎么样被抢光了，所以马上把他家里面这一些仆人啊组织起来，拿着棍子开始去啊处罚这一些抢劫的人。所以这些抢劫的人就有所畏惧啊，后来啊就没有再作乱。所以当初他想到的是自己的米粮啊，之后呢却让啊这些乱民不敢造次，所以这个叫偏中正，心里确实不是为了社会大众，但是后来啊却影响了社会大众，这个叫偏中正。所以善也有正有偏，善也是有半有满。这个半满啊我们之前课程也有提过，
一个女士啊捐了2文钱，结果住持啊亲自帮她忏悔。后来她入宫富贵，拿了2000两来啊，结果住持呢只派了他的徒弟啊帮他回向，因为这2文钱啊是全心全意，这是满善。后面呢、只是把他富贵当中的一点拿来捐，而且心呢、已经不如第一次那样的恭恭敬敬，所以这个是半善。那我也曾经看过一个报道，一对农夫老夫妇啊，把他一生的积蓄啊通通捐出来，买了一台救护车，投入啊救人的行业行列当中。所以这一对老夫妇他是做到了满善，全心全意。好，那善呢、也有大有小。魏忠达有一次啊刚好呢在睡觉的时候被这些阴司啊把他带到阎罗王那里去，结果这个阎罗王啊就说，来把他的善跟恶的记录啊搬出来，搬出来称一称，看哪里重哪里轻。结果当把魏忠达的恶啊都拿出来的时候，几乎啊可以把一间房子啊都占满，而那个善呢只有像一根筷子一样啊小小的。所以魏忠达一看呢很惊讶，他就跟阎罗王说啊，我才不到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他自己也怎么样很惊讶。阎罗王就跟他讲了，只要你啊起心动念啊是恶是不善，阴间啊都有什么记录起来，所以啊纵使没做，所以但是呢你的念头里面啊常常有恶念，所以才会这么多。那相信啊魏忠达一听完往后对自己的念头怎么样会多加谨慎。结果把它放上去一称啊，那一小小的善路啊反而呢比这么多的恶啊还要重。所以魏忠达自己也很惊讶，就说那一串到底是什么。后来就把它打开来看，原来那时候朝廷啊大兴土木，当国君啊大兴土木，那人民就要怎么样哎就很辛苦啊，一定会劳民伤财，会让很多家庭啊都会搞得、妻离子散都有，因为啊丈夫都常常不在家，家庭也会很难啊维持。结果魏忠达听完以后呢就说了，我建议的这件事啊皇上并没有接纳，那怎么也算是善？那接着阎罗王就跟他说啊，你这一念呢、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人民着想，所以这个善啊非常的大。所以善的大小最重要的在我们的心念。好，所以当我们了解到如何去判断善，那也才能够见人善啊即思齐，众去远以见机。那在《了凡四训》这一本书啊也把善啊归纳成十件事。好，第一件事啊爱敬存心。
那这一个爱敬存心应该怎么样去落实？先爱谁？先敬谁啊？所以你看《弟子规》就可以做到。第二个，敬重尊长，在家尊敬父母，在公司啊尊敬上司。比方说我们在学校啊，也应该尊敬校长，尊敬教育官员。好，那我们也要尊敬自己政府的领导人，绝对不可以啊大肆批评，这样啊也是对国家政府领导人不敬。好，所以这个是敬重尊长。再来，与人为善，与人为善，其实啊这样的事啊我们随手可做。比方说刚好你在学生的校门口看到一个家长在那里捡垃圾，我们也可以马上怎么样跟他一起做，这个是与人为善。再来，劝人为善，怎么劝？我在大学时候曾经听到一句话，觉得很有道理。这个话是说到啊，在成人的世界里面呢，人们不会听你说什么，人们会啊看你做什么。因为啊成人比较固执，你用讲的啊不见得讲得动，他要眼见啊为凭。不然你只用讲的，他说你跟我也差不多，你也没资格讲我。所以大半啊都要用身劝，用立身行道去感化。所以在三国时候有一个名臣啊叫管宁。这个管宁啊在他治理的地区啊他也管理得很好。那当他在路上看到一些比方说有牛啊到了人家的稻田里面啊给人家破坏乱踩，被他看到了，他马上去把这一头牛啊牵过来，然后呢在树荫下等着这个牛的主人啊过来。那等牛的主人过来一看到，哎呦长官在这里，然后呢又看到自己的牛干了坏事，都会怎么样？相当惭愧。所以管宁有没有骂他一句啊？有没有？没有。但是相信这个主人会无地啊自容，这个就是用德行啊感化。那时候他的人民啊也因为啊常常去打水，那因为只有那一口井啊就会发生争吵，发生争夺。结果管宁呢也没有去教训他们，自己啊去买了很多的桶子，然后很早啊就去打水，打好了都放在那里。结果这些人民啊本来要抢着去打水，一看啊这个长官都已经怎么样帮他们打好了，马上呢心生啊惭愧了。所以这个都是以身啊去劝告，唤醒他们的羞耻之心。所以劝别人啊也是高度的智慧。好，那这节课我们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